更笨啊！你还记得吗？成为了被月亮染亮的太阳。对，最熟悉的模样，不是。新的感觉。这一关我们要考的是反应力啊，反应力还可以吗 ？OK OK。那我们这一关考的是什么？是划拳。划拳。对哦。你前右可以，那个还好，这个还好，这还好，这还好。因为客房哥很会玩，很会划拳，划拳。那第一种拳，我们划的是海带拳。石头布，加石头布，加石头布。好，您的先出拳，请开始。一二三，开始。海带呀，海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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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恭喜客人哥获得第一胜，第一胜。我们第一把赢的，我们第一把赢的，第一把赢的，是是是是是。划拳的话，客反应都可以。怪一点，怪一点，怪一点。那接下来我们第二拳，我们来玩佛祖拳。夹石头布，夹石头布，夹石头布，夹石头布。好，我来。好，请开始。一二三四，佛祖啊佛！哇塞！现在1-1哦。Yes。1-1。Yes。
一比零，呀呀，一比零，good job。好，那我们第三回合，我们比什么？比什么乌龟？乌龟跳。好，来。剪刀石头布。好，你先。乌龟跳。科班哥输了。耶！中，对，他那个他左脚，对，二比一。黑白翠，男生女生配。黑白翠，男生女生配。黑白翠，男生女生配。恭喜康哥获胜。这个他不太会。露露，真的不能拉，你一进去我们就输了。水，二比二。关键。叫，现在2比2平手，好刺激哦，刺激哦！现在就要进行第五回合，我要比的是50-15，刺激哦！剪刀石头布还是要选在剪刀石头布，哎，他扁拳，剪刀石头布，那你先吧，好来。1、2、3，看。为什么要说1、2、3呢？是你先说的。十。走。来，克凡哥获胜，秒杀。所以我们输了吗？我们输了。胜利的贴纸，来帮你贴上。来，那我贴了。不要，走开。好，恭喜。好，恭喜科凡哥。科凡哥，你还没有倒，还很年轻，还有反应力很棒。也恭喜各队目前2-0领先。真高兴的见到你，来喜欢你，欢迎你。就以为你赢啦，对，对啊，你前面，对啊，都赢嘞，刚刚都已经听牌嘞，太紧张了。不会啊，我也输了，我那个最不应该输的。不如果我也输了，你就是比都没比，就觉得很纠结。真的假的？是，我有这种事，我已经看到那个画面，我已经看到 King 在喊你的小拇指，我也看到了。我们脱下眼罩，1、2、3，请脱眼罩。破咖！你的头上有什么怪七八糟什么东西？怎样气势啊？可以不要啊？还有一个。对啊，可以不要来啊？还有一个一样。白痴！这次应该是体力，有可能体力耐力。忍耐力 ，OK 的，忍耐力 OK 啊，来啊，打脚底板啊。哎，没有错，这关考的就是肌耐力。哦，怎么比呢？我们考金鸡独立，双手提水桶，然后在一个桶子上面金鸡独立，看谁撑得久。干嘛？硬啊！要拿水桶半蹲啦。干嘛啦？一只脚，一只脚站着，然后拿水桶。天哪，好硬！哎呀。看一只脚哦，他拿水桶，我呀，他要不要拖鞋？对啊，没有，可拖鞋那个太滑了。对，那个脚抓地力把它抓着。对，我觉得要拖鞋啦，拖鞋，你刚刚说要拖鞋吗？好的，目
前呢，双方准备就绪。目前我们的客队是以2-0领先我们组队，所以火焰这一关你一定要加油，要撑住意志力。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他会僵住，他很紧张。撑住啊，撑住！看这头太小，火焰的脚比较大，比较吃亏一点。有他 hold 住，等一下他 hold 住了，他 hold 住了，回来了，回来了。我无法讲话，我不能讲话，这这样子讲话，哎，想害我，哎，不能讲话啊，来自于哪里啊？副业干嘛？讲话嘛，伯彦！讲话，伯彦，讲话！快点，快点呐！看，自我介绍一下，伯彦，快！伯彦，讲话一下。打篮球不是很厉害吗？对啊，他整个人那么大只哎，他的脚一直在抖。哦，水，水掉好快！他咬紧牙关，一定要撑住。其实这就是脚真的很酸。脚有点低咯，尤其在今天大逃杀过后，现在已经爆没了。哎哎哎！恭喜 Kid 获胜，我们的客队以3-0直接剃光头获胜。再很高兴见到你，欢迎欢迎欢迎你。没事，伯彦，你胆子好小。真的假的？一个人只看到在那里，以为你赢了。我脚12号。好，准备出去了。被3-0扣走，路没有玩到。我没玩到。你等一下就有的玩。好开心哦。这个赌局是他呛我，而且是他提出来的，所以不要讨厌我，好吗？好，来擦脚，擦脚啊！好，其实我觉得几颗星星我们都不要管它了，来来来，这个比较重要，是不是？抬高一点。不好意思，等一下，我们有些事情要先说。不 ，OK， 好。我们都不能让我们讲你。好，我问一下哈，我们在这个人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旅途上，谁发生？看起来信跟离战王中越来越近了。为什么要玩这么大呢？没有，飞哥说你嘴唇是白色的。对，眼睛是黑眼圈，然后脸是黄的。我承认，我承认一件事，就是说，提议我可以道歉。很难说，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刚刚确实有轻视。输了，我们等一下，脚趾头该舔的我们也都会舔，该舔有没有看到？只是个人的一个小小的一种生命中卑微的一个愿望。是哦，宪哥，他真的他唯一现在的愿望，其他人都不要插手。对，哦，我再跟你们讲一个三战两胜。对，三胜。我觉得你刚刚玩的，你面子不白的。我跟你讲哈，三战两胜，输赢从对方拿两颗就上。我也是，就上。敢不敢？敢不敢？我一定要让你心里面觉得 OK 开心的一件事。从今以后，我都不再碰任何赛种，我都不再碰任何赛种。这次三战两胜输了，对，就再也不碰骰子。我给你两颗以外，我还不碰骰子，可以了。从来没有输的这么惨，而且还是靠智慧力。智慧，原来经过这么多年，我们才知道宪哥是笨蛋。你不要再吹了，你不要再吹了。
要这样，喝两颗，不要这样，没关系，喝两颗了，这个都不用，直接，好，这太过分了，来，请，来，撤，你们坐，来，坐。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你要先还是我先？你可以让他喊，或者我先，我先啊。这样输了，他们就剩两颗哎，两个二，两个二，够含蓄，谦卑吧。三个三，三个五，四个四，四个四，几个？四个四吗？确定吗？快喊啊！快喊！五个三，五个三，四枚，四枚，阿玲，你管，不是真的啦，你要这样才有用。
阿丽跳舞。这个我很喜欢来讲。阿丽阿丽。嗨嗨，来小朋友们，好嘞。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彰化的饭店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林柏森的脚趾头。哦，谢谢谢谢。这个酱楼上面煮的酱料呢是草莓酱的是呢。好，教大家如何吃，要一口吃哦。脚趾头你给你的，你给你的。好，一起来的。你来上。你的谁不是？是他，我们要终结他们的时候，好，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处理他们，好不好？露露，好不好？今天就过了，来了。来一个男人的脚趾头，来干将，我像什么样子？各位，咱们走着瞧。Wait and see。弟兄们，走。Get low, get low, move side to side. All my honey's in the place, grind.Get low, move side to side. All my honey's in the place, grind. Get low, move side to side. 你是我的眼，带我认识四季的变化。这一关的关卡哦，直接来好，我看一下。来来来，哎，我哇，今天人好多哦，哇！哇！现实有用，最多任务获胜。当当当当当当。二十六，第这一关六颗，这个关键。OK， 我们这边呢有两个字板，每一队各一个字板，然后市场里面寻找阿嬷，并询问阿嬷能不能。能不能完成任务？那每一个阿嬷呢？我们只能询问一到三个问题，一到三个哦。然后每一个阿嬷只能执行一个任务。OK OK。今天人那么多，怎么玩啊？就比谁找到最多的啊？你看有多少人？哎，回来了。今天这个阿嬷金嬷底都为，我们就准备开始。等一下，还没，还没，我们要为我们彰化的乡亲父老请愿，好不好？好，我们很想看萧煌奇变成蛋黄哥。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要开始了。预备备，阿嬷金马底都已 ，Go。啊，真的吗？哪里哪里？阿嬷阿嬷，你谁鬼嘞？是的，啊，差一个，差一个，啊，还有几个人上问题？阿嬷，你也叫Happy，Happy，好了。可以啊，可以啊，哦，睡睡睡，有有有有有有，你是阿嬷啦，是几个？哎，不，我们直接找到这个，对，好，你能最能听，大帅，三人快准备。
看。可以啊。哎呦！你也要，你也要拼英文，英文 happy， 拼出那个 happy。好啊，会不会唱台语歌？望春风会不会？啊啊！阿妈，你生过几个小孩？四个而已啊，五个就过关了，你才生四个，还不够生一个啊？现在生好了，生五个有点难哎。你买啥物哈？你点咩贵？买我贵哦！最喜欢吃我贵了。阿妈，我叫萌姐哈，你生几个囝？四个。哦，安尼啊。啊，别的。我呀哈，伊咧买我贵哩。哦。打棒球。哦。没有啊，没有。阿朱几个？陈龙问三个。陈龙问三个。阿朱。真的吗？哎呦！哎，干嘛？你生几个囝？四个孩子。啊！你给生一个啊啦！好，才四个，你生五个就拄好。阿廖，这不行。哎，唱歌，唱歌，你会晓唱歌未？我也无伴小丁的情。赶快，我们继续找，快点！阿嬷，哎，好，阿嬷，你生过几个？生了几个小孩？两个。啊，你要唱《望春风》哎，《望春风》。你唱一句，你有时候讲歌名不一样。路也无伴树顶的清风在面吹。你接我后边哈，好啦，好，对。路也无伴手顶的，吹啊吹啊吹啊，十七八岁未出嫁，着少年的。对啦。过关耶！两个。啊，这个阿妈，我跟你讲，阿妈你好，阿妈你好，阿妈，你做阿妈对不对？我做阿妈。你生六个对不？你生几个？三个，加生几个？没关系，这个我们留着，算了，往那边快点。阿妈在哪？阿妈，阿妈，阿妈你好，阿妈你好，阿妈你好。几岁？我个十三。阿妈，心脏阿妈了。闽南语讲尬的快撤骂了，对不对？43。我跟你讲哈，43。他比较年轻，这个应该可以。不，哎哎，对，快乐，英文是什么？英格里希，哎，对，厉害啊！哦，谢谢你，哦，祝你 happy 啊 ，happy forever。哎，你有做阿妈吗？我还没，还没，不要一直找五个，还有别的啊。小姐，当阿妈了吗？当阿妈了，哎，对，真假的？你会不会？我问你个问题，真的。你当阿嬷了，阿嬷，我问你啊，打棒球，打棒球，快乐 ，happy， 你会不会 happy？ 那个英文 happy，happy，happy，H A P P Y， 对呀，对对对，哎，你几岁当阿嬷？谢谢。你几岁当阿嬷？40岁，你怎么那么漂亮啊？我们遇到一个40岁的阿嬷，啊。
看到这样，加！哇塞，你比小钟年纪还小哎！阿妈，我们要找很多的阿妈，来走，阿妈来，来，阿妈，阿妈，你来，我跟你讲，来，阿妈，我觉得这个阿妈，阿妈你成鬼耶，冷眼啦，冷眼。哦，你他们叫人较怕病的，咱咱哎，快笑哎！啊，咱生两个，死啊嘴，饲个袂饱，闹的太难。啊，惊细汉，啊无会喊，家己都免管叹。哎呀，好了，来，呼啦圈，不，选一个，跟阿嬷打棒球算了，好不好？阿嬷会打棒球吗？哎，哪里的？好，阿弟，你家没得。我跟你讲，这个有你。来，你来一下。你来一下。我跟你讲哈，你去那边当扶手，好。放几条不？放个短的嘞。先练习，好，你练五秒好了，你这样感受一下，因为它比较快。嗯，好，等一下不要练习了，预备，我们要帮他计时，开始，好，开始，一、二、三、四、五、七、六、八、七，来哦，还没啊，下一个哈，搞对这个生五个，上面两个，第一个，哇你真正嘞哦，哇阿哥会像蓝骨灰嘞，这个阿妈感觉会摇呼啦圈嘞，啊好来阿妈拜托，哎阿孙阿给抱进来，来孙子抱一下，露露姐姐不会咬人，哇太丑了，人家不给他抱。乖嘛，宝贝。哎，你是阿妈对不？好可怜。你是阿妈？好，哇塞，那么年轻。哇，你看起来比小钟还小哎。我跟你讲，我就是跟你讲，这个职业挑战。他是做第七个嘛？啊，阿妈，安内好。对。好，然后这样，啊，夹掉安尼，哎，夹掉的鬼过关啊，好不好？我们就过关了，好样子，好样子。好来，慢慢来，来，舌头要接好哦，慢慢来哦，慢慢来，舌头要接好。就是一个，还没，再来一点，哇，再点破，哎，要往右，对，阿公很幸福哦。啊！太神奇了，谢谢阿妈，厉害。Give me back, 阿嬷，你今嘛伫倒位？阿嬷，你生几个？我跟你讲，我们问他，阿嬷，你生几个？你生几个？六。谢谢阿嬷，等下你哈，爱看我的节目呢哈，啊你本人较水呢。超快的，在干嘛啦？我脱鞋，好累哦，好累。
五个囝，几查甫，几查甫？几查甫，几个查甫？对啦！挤眉弄眼吃饼干。哎，好，我们剩这两个，挤眉弄眼吃饼干。我跟你讲，来来来来来来，怎么吃？阿内，阿内，好。好嘞，阿丽阿哥。好嘞，阿丽。你起来的话，你看来。好嘞，阿丽，停。好嘞，我好哎，他没有三根嘞。阿平，他紧张。哦，对了，喉咙哦。别。阿妹，你喉咙这样子。对。快点一点，好嘞。哎，台面那，你喉咙烤。我好你烤啦。手不要你是我的眼泪，我的世界的变幻。你是我的眼泪，
半夜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眼睛晒黑嘞！我把它撕下。喂，看不到，看不到吗？本来就看不到啊。没有，我们换到西装很好用，真的。哎，啊，现在是怎么样？我们来这里，我们来这里就是抹防晒，然后回去这样。当然，现在不是。欢迎各位来到慕会亲子农场，这里呢是一个非常适合玩沙、玩水哦，然后烤肉、露营的好地方。什么关卡？快来公布一下。我们要进行的关卡就是这个。1PK 一手摇船，方式抢夺敌对娃娃，才五战三胜制。哦，没有错，就是我们各队各自派一员，然后一起出发。哦，一起出发，然后搭乘手摇船，然后摇到去收集岸上的，糟了，岸上的替身娃娃，敌对的替身娃娃，然后收集完再回来，拔走对方的旗帜 ，King 就交给你，好不好？你昨天的仇今天报了，对，我们就让贝贝啊，那个四大块的好啊，那个四大块的好啊。我挑你，蔡姐来 ，A 阿才 A， 哎，他果然比我还 A， 是我吗？好像是你，好像是，哇，还很多，我跟你讲，我就挑你，我挑露露，很简单啦，你们现在落后啦，给你们挑啦。不是，你们派人。Hello， 我们刚不就在挑吗？对啊，挑完了。已经在挑了。挑完了吗？好，他就是挑 Kit。对，我挑你。我就是李毅。李毅是贝贝，好不好？好，就这样。现在指派完成，我们比赛开始。你难道忘了，关主出现在水池旁边，不是一件好事吗？而且为了证明我们这个新角色可以绑这个角色一看。太脏了！大家认真比赛啊！是有机会。吹吹吹！吹吹吹！你在紧张什么啦？OK。哇！哎，开始要准备，要准备，要准备了。宪哥以及克凡哥，哎，不要偷跑，准备好了吗？宪哥 OK， 还没。好了。克凡哥加油！紧张。宪哥，宪哥。预备备！有没有帮宪哥加油？有，对，好，凡哥加油！加油！哎，哥，凡哥加油！宪哥超快的，哎，宪哥超快的，宪哥好快啊！哎，哥，凡哥，你干嘛？哥，凡哥，你不要开心啊！你不要开心的啦！你干嘛？哥，凡哥，你拿到一个娃娃了，宪哥拿我的，要拿。直接回来，对，先跟你要看海南一下。
我的左边已经坏掉了。你的左边，而且我没有办法跟观众打招呼。你是因为屁股卡住吧？地球，哎呦！好，哎，大家注意，大家注意，铁手。第一回合由我们的宪哥获胜，由组队1-0领先。加油！1-0，1-0，马上进行第二回合，准备好了吗？好。好了，加油！加油！加油！准备出去，哇 ，I got you。这个哇 ，I got you！ 第二回合由组队获胜。好，2-0，金牌，领先。我们进行第三回合。麻烦。左边边，根本就是人的问题。哎，边，人家很快哦。根本就是人。哎呦，哎呦，人家有点快哦。这招是我们刚刚那一招吗？对。其实哎，干嘛乱传？好，他越是这样，我越不要，我要拿这个。不要了，相信我，相信我。我拿原本赢他。不要，我也输两把。只有男人不需要那么有本事，不需要。这样输了，人家被人家笑。带黄的，带黄的，带黄的吗？输输威了，你输输威了。有赢就好。没关系，因为你在那个水道里没有办法转弯。你只能往后退，越往后退你要往前。我相信他们就差一个传声。我白色，白色，好。这个 OK 的。我告诉你哦，我们就喜欢让敌人提出要求。我们愿意赢。为什么会有要求？为什么有条件？人为什么有借口？因为心虚嘛。对。对不对？所以决定换船。好，换船。我们变白色的，他们用小橘。好，那就这样上船。哇 ，I got you！ 目前组队2-0，派出第三棒。歪了。组队派出博彦。客队派出 Kid， 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好，我 I got you， 预备备。不要回去，大家来了，加油！哎，你看，我们在这边，他偏，我们刚刚这个是你的船吗？对，挡住他，对，卡位，好，有歪点，有歪点。加油，我也很接近了，很接近，没关系，没关系，他等下要转弯啊。目前是接近，对，直走，绕过去，直走，你直走就好了，加油，直走就好了，直走，我也直走，对，漂亮，他搞他，然后我也快点，前进，没事，加油，快点，徐光生加油，林博生加油，不是，可以，他死水比较重，林博生。哇！
上陆地哦，是怪怪的。可以啊，可以啊，还有什么？跟你讲，小的比较好操控，转一个弯很快啊。他刚刚其实蛮快，但是他爬上去了啦。对啊，可以爬上，还有车可以。林峰生加油，火焰快点，快点快点，火焰你不要变成废卡，你个烂东西，那滑的比我还慢呢。第四十，对啊，火焰。很累嘛，哦，那才超美。这个很好滑。现在知道做。他完了。走，是哎，地了吧？一亿又那么抽用哎。我咬，都是你们上岸的，对不对？我刚刚有一次听到说有人说可以上岸。好，没有问题，你们赢了就赢了。但是我讲真的，因为刚你们前面输太多了，我才说啊，让他上岸。那其实主要是因为听到说可以上岸，另外是我觉得他上岸都是你们自己。他输是输在他绕了外面那一圈呐。对，那没有办法，因为他船头在那一边呢。大家都还，而且又没有自己说要换船，那个船也是没有。你们两次，我们两次自己弄坏的。我跟你讲啊，你就问博彦那个船好不好开就好了。这岸是你弄坏的，哎，我们来承担。对呀。然后第一的也不能这样把船好了，提出来的呀。不要被激，他们刚刚就有讲过。然后还敢那边喝水。来啊来啊，坐在这里。我跟你讲哈，好臭，输了就输了 ，no excuse，no excuse， 好不好？没有任何的借口。这一关剩下你们两个，对不对？对，公道话一句，一句话，剪刀石头布，赢的先选船，剪刀石头布。耶！水果，小红搞，我们那艘，我们那艘，小白，耶！出鱼了。差不多靠技术的啦。好，双方准备好了没？好。预备备，手不要推哦。Go。快走！不能上岸了，不能上岸了。加油！哎，离翼很快嘞，离翼很快哦。蓝黄色，走里面，走内圈，对，走内圈。过去。卡住，露露一直给他顶，对，卡啦，住，卡他也可以，卡他，露露是个衰咖呢，不拿自己的娃娃在干嘛啦？露露回来，哦，你可以笑，大赛，露露加油，上岸，不能上岸啊！我跟你讲，这根本就不是船的问题，根本就是人的问题，你们刚刚一直在那边扯小白小菊，不准上岸哦。好，加油，露露加油！还有机会，露露还有机会，拼了！哦，压力刚才伤太重了，有没有？哦，那个风火轮呢？风火轮哦，那个伤太重。加油！加油！加油！快点，加油！露露，你快点，很接近了。露露没？露露加油！差不多，这一场还有一场 PK 哦。没有必要啦，真的。等一下就有书跑喝了哦。露露来不及了啦。露露，快骑上去了。露露，你就快到了。好，走，上来，
队李毅获胜，目前呢战成比数2-0平手。我现在告诉你们，不是船的关系。本来就可以跟他们吵，怎么吵？你看我陷入说，就是我用白色赢的不光荣。我要向宪哥致上敬意，没有关系，不是船的关系，没有关系。这个是知道错误的关系啊，知道错误，然后又肯出来认罪，不是，然后认错，跟大家有一个说明，这样就 OK。这社会是祥和的，是不一样的队伍战。哎，还没，比如说二比二，关键的第五战啊，第五战如果你们获胜，就可以总比数拉成平手。好，好，我跟你讲哈，我们第五战，探险，总共1、2、3、4嘛，是，骰子拿出来。骰中几就那一对上，好不好？漂亮吧？骰中一就我们两个了，好，就那一棒。骰中二就第二棒上，好。骰中四你就再干一次，好。那你会觉得不公平，但人家也刚上来，是不是？好，来，来，来，骰中。找不到回应，我们唱对不对啊？哎，你们怎么样？突然想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不是，来，还记得吗？窗外那杯月亮，亮亮的海洋。对，最熟悉的。不是。3、4嘛，5、6重来，好了吗？好，可以了。这样，我说可以开了吗？好。紧张啊！太夸张了，我不要，我不要了！为什么我们刚刚没有赢呢？好，对不起大家。还是我来。你干嘛赢啊？你赢啦！走走开，走走开。觉得不是一就是四。不会吧？真的？我希望你直觉是错的。就是我们要的，就你，三一只有，三千又对上，no， 三次好，是我拉，三次，OK， 好，所以我们组队是博彦，各队是 Kid 的，哇 ，I got you， 目前比数2-2，第五回合派出博彦以及 Kid， 准备好了吗？好了，我能输啊。预备起吧！预备备！你赢了两个，厉害！厉害！厉害！往前，屁股往前，转快！你不要理他，你不要理他！他说等一下，你刚刚在帮他滑，哎！喂！对，哎！不要管他，哎！好聪明哦！现在就往前冲，快！你老爱坐我们的船，你干什么啊？快点，你要把它送到后面去，用力一点，快点！也是一个办法。把它送到后面去。你们都加油好了，往前。不是，有的时候练那些身材哈，好看而已。速度啊，虚有其表。没有在水上最重要。看起来厉害。直接表演。瞎了，瞎的拿第三，差了快30公尺，记得目前拿第三。我也快点。
我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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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在换脚踩吗？我也快点来来来，直接开始啊！好耶！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两个体力活你都赢他哎！太强太强了！烂东西！赶快上岸！好，发他的旗子。哎，我觉得后面回来的好惨哦，坐在这里流眼泪。我只想坐在这里流眼泪。OK， 好来，好的，这一关哇 ，I got you， 是由各队3-2获胜。耶，输赢是另外一回事，真的，好不好？客队是一整队，我们已经刚刚已经得到一个平等了。您这边还是有废咖，废咖。哎，到彰化来了几天，我没听过他的声音。还以为先以为只有三个，那唯一就是靠 Lucky 拿了一个大老二在那里招摇撞骗，就是贝贝。没有，我昨天是活到最后。来，快哦！我不跟你争抢。没有，我们这次没有要上诉的，我们永远都在上诉。我们昨天也没有上诉，抢。还有今天我们丢到谁那边？没有错，抢了，抢了，抢住了。贝贝，呛的太凶了，可怜那个保持形象。等一下，贝贝。来来来，好，你们两个 PK 一次，好来，答应他。的话呢，我们得两颗，一颗就好，两颗，两颗。但是我还是要先分享，你们要怎么，你们要怎么加嘛？够了，这关够了，好，先颁奖，先颁奖，等等等等，恭喜客队再获得4颗星球，一人一颗。所以呢，目前的两颗，两颗，不行，我脑累，好，你确定我们是赢家？哎，听我说。你有道理，大家听嘛，就打开公话麦嘛。我们是讲，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哦，这个太辛苦，一颗没有道理。有了，一颗拿走对吧？一来回就两颗了，两颗了。我们也觉得他很辛苦，不要讲，对不对？输一颗两颗。各位，四个一起讲，他们有他们的坚持。一颗。古代有一句话说的真好，只要是一个正人君子，是不辞嗟来之食。OK 的，我们不会心虚，他们走就让他们走，他们以为我们会把他拉回来，但是我们不会。有时候走快一点，走快一点，走快一点，拜托一下，一人一颗星星，谢谢。然后放在口袋里面，好，然后我们再去喝一个凉凉的红茶，冬瓜茶，冬瓜茶，泡林泡林。好了，这一关呢就由客队获胜，啊，目前比数20-12，好，我们进行下一关。不是为了进香，我们要来比赛。哦，这一关卡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哦，几颗星？念一下。天后之战，两队分别挑战7首天后的歌曲，超时路人猜歌名，最快猜完全部获胜。好，哎，怎么进行呢？我们会有 A、B 组的歌单顺序。好，然后呢，我们要整组去找路人，然后锁定一个路人，跟他唱歌给他听，让他猜歌名，一人只能一首。对，答对了就继续往下一首，答错了就在你们脸上画一笔。最快完成的就回来这里，所以不要乱找人。哦，两队的都一样吗？是，不一样，歌单不一样。不一样，你们等一下两队队长抽了嘛，用抽的嘛，看谁运气比较好，找到比较好。有 A 跟 B 的。哎，上了，我就让你先选吧。好 ，OK， up to you。那我们就要比赛开始哦，预备备。你那边有好时段，免等好夜，谁敢有阿母爷？
前吞了几次？我真的会吃吗？想一下，想一下，他真的不知道。哎，老哥，老哥，好好好，就到，就到，快点，快快，哎，把他拉过来，把他拉过来。好，你有在听歌吼？你有在听？有吼，好好。啊，你猜是啥物名？我唱一条歌，你爱猜歌名哦。哦，好，好，预备。One, two, three, go. 乱梦已经予人拍起，我都看无伊。放阮孤单到深夜，一张梦是空虚。谁人会心碎？谁？世间有阿母笑的囡仔上好命，唔通担心讲未来只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什么歌？落雨天啊！答对了。你若要有好心肝，唔免担好命。世间有阿母笑的囡仔上好命。这个歌唱翻出来。马秀，马秀，来来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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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就觉得你会。哎 ，one two three， 想要抱你抱到安安安，唔通抱我抱到这为难。人有人有人和我取暖，无爱无恨无怨叹。谁的歌？不是不是不是。五，还有歌，想要抱你抱到安安安。好来，啊谢谢。女的，女的，谁唱啊？有有有，刚我们有唱嘛，你有在旁边偷听嘛？五啊六啊五六七八，你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就是安尼。谁唱的？谁唱的？打字打字。对，是是是是是是是。抱个安安安，猜歌名。唔通抱啊抱啊，吃刘亦男。爱情，爱情。好，来抱，来抱你，来抱抱抱抱抱。哇！也要来来来，不容易。哎哎哎，这里有个，这里有个。想要抱你抱个安安安，唔通抱啊抱啊，吃刘亦男。拜门关就有人，有人抱我取暖。后面那两个，那两个，那两个，对，来来来来来，哎，我咬吼，我来来来，你歌熟不熟？可以可以，年轻人的歌，年轻人的歌，可以吧？好，唱唱唱唱，来，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慢慢唱，我愿意。还要还唱的，那歌名是什么？我知道一切不容易。快快快快快！好，来。
们这是什么歌，然后谁唱的，好不好？好，预备 ，One Two Three Four。谢谢。请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一边唱，谁唱？终于唱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感谢我绵羊，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梁静茹，我愿意。什么歌？大声点！勇气，勇气。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来。他可以，他可以，他的年纪，他的年纪，他的年纪。我觉得不行，认真啊！来来 ，One Two Three Four。冷风过境，回忆冻结成冰。我的付出全都找不到回应，悔恨就像是绵延不断的丘陵，痛苦全方位的降临。哎，我们唱对不对啊？痛苦全方位的降临，我们唱对不对啊？你们走呀！这首歌我没听过。冷风过境，回忆冻结成冰，我的付出全都要不到回应。冷风过境，回忆冻结成冰，我的付出全都要不到回应。歌名，你是不是你比较会比较多的歌，对不对？来来来来来来，你来，来一遍，来。人变了心，言而无信，人断了情，无谓伤心。我一直聆听，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你的表情。团体的，你讲，再继续唱你的。慢慢的出现在你眼前。
好，答错，答错。现在餐饮也蛮优秀。小姐，小姐，小姐，最后一题了，帮我们一个忙。我们唱歌给你听，你要帮我们猜谁唱的，谁唱的，然后什么歌迷，好不好？来 ，One Two Three Go。三度没有人会唱。全，但是你听过这歌词吗？快点快点快点！等一下，我们现在估一下，我们现在估一下。好，先问你，先问你，来来来，来我来我来，快点，你先查。好，好，谢谢，换人。帮我们猜一下，帮我们猜一下歌词。来来来来来，立美。梦里面，空气开始冒烟，朦胧中完美的脸。谁唱的？谁唱的？再见，臭油油！再见，我要洗洗革面，肯定可以。有没有这个？梦想就在眼前。今谁唱的什么歌？对，大声讲出来答案。啊，蔡依林。哎，好，没想到。要我去蛇变。哎，对。谢谢。Good job。能力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还哇，这首难呢、啊，帮我们猜一题，帮我们猜一题，猜一题。One, two, three, go。不行，看到，不能看到。萧亚轩没错，很红的，很红的，歌名叫做最红的，最熟悉的，不要，不是，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啦，就差那么一点点，好，你会，再问，六七八，那天醒来，忽然想来听你唱的，什么？歌名是，对。帅帅大步的走开，不怜迷信的小小悲哀。一边听，还记得吗？窗外海边月光染亮的海洋，你还记得吗？是爱让彼此把夜点亮。最熟悉的歌，谁的歌？谁唱？谁唱的？谁唱的？都打出最熟悉的陌生人了。哎。找人哦，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跟他要炉了，不要。我们万一我们现在17-20，他们少了两颗18，我们多两颗，我们19-18，比例还是差不多的。对，那现在我们比赛结束，我们恭喜，客队获胜。恭喜客队获胜！你们都拿到哦，好，我想抽奖，这张脸都绿了。
讲十八的概念是什么？我天天在概念，概念是是什么意思？好的，恭喜客队得到五颗星球。对，现在总比数25-12，哇塞！哇塞！遥遥领先，两倍加一颗啊！哇塞！现在，我跟你讲哈，这几天以来，千佑第一次觉得他想说一些内心的话。说说说他呢？想跟你 PK 一下，来 PK 一下，定孤知，三球做决定，不要太得不到啦，不要啦，哎，我们现在在妈祖面前哦，好，这个歌曲接力，好不好？好，几颗奖品？好了，几颗？好好，两颗啦，冲两颗啦，好好好，两颗，好不好？这样是哪两？对方的对方拿两颗，好不好？这样来回四颗哦。好的，我们现在进行那个歌唱接龙的会外赛哦，主题红队刚刚出了。是动物，动物。好，那我们先了啊。好，开始喽。来。好。哎，我有是小猫猎，从来也不给小猫猎。来，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嘴巴，真奇怪，嘴巴奇怪。只老虎无所谓。来，青丘飞流，飞上天。飞流桂冠。田啊狗啊，田啊尾啊，水鸡五五号，水鸡水鸡水鸡过关，啊跃马江湖好，天阶比天高，嘿，呱呱呱呱呱，丑小鸭丑小鸭，腿儿短脚不直跑，一只大马一长腿，嘿，两个眼睛是条腿，嘿，快跑苹果跳下水，青蛙青蛙，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大哥哥好不好？跟着我抓泥鳅。小弟弟好不好？跟着我抓泥鳅。泥鳅过关，来来来来来，黄鹂鸿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过关。快你们，对不对？再想一下。十、九、八、七、六。觉得我们好久没有对对啊 ，high five 了，对啊，对啊 ，OK， 歌唱接龙，恭喜对获胜，获得两颗星球，两颗，是我们的两颗，来，好的，马上来进行命运好好玩，命运好好玩，经过两天的努力，大家激烈的厮杀。客队呢得到了23颗星球 ，Thank you。组队得到了14颗星球 ，Thank you。好，自己各自检查。然后在这边提醒一下哈，我们的终极惩罚是什么？终极惩罚就是这个，我要先吃到饱。不是，打扮成蛋黄哥哦，从这边搭火车回台北。不要了。所以呢，虽然你们的颗数很多，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打扮成蛋黄哥。当然，当然。这样子哈，是剪刀石头布。好，赢的决定怎么抽，你懂吗？是，就说我赢了哦，我说哎你来抽，或者我赢了说哎你来抽。我们现在是3战2胜嘛？对对，对不对？对。剪刀石头布，好好好好，剪刀，剪刀石头布，好好，你们来决定，没有差，没有无所谓嘛。你们那一颗哦，哎怎么样？最衰的博彦抽，所以我们先抽，能先抽啊？博彦上，哦，手手往上看，我跟你讲哦，这几天以来够衰了。沙已经冒起来扣，对不对？摔成这个样子，今天你就把黄的摸出来，前面的事情咱们将功折罪，全部扯平。拉了，拉了，说好就好了，说好就好了。好，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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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hold 住 ，hold 住。哎，跟我走，跟我走，来，数到三了啊！一，大家桌上。二，三，六。我们再一颗，你们就要去
换装了。No no no no， 第二颗就是由我来决定，决定，我来摸。好。哦。好厉害！杰哥，杰哥，小心一点。宪哥都没看，相信队长，我们相信队长，全心全意相信队长。放在这，放在这。黄哥，来来！宪哥，要先拜拜啊，要先拜拜。一比一平手。好，目前一比一平手，一比一平手。什么感觉？飞了，我们终于有好运了。我用了很大的功力。太厉害！第三颗，第三颗，我决定啊，还是要剪剪刀石头布。我们决定，我们呢就轮流啊。有什么？就一个一个抽啊，管嘞。我们有一个请他来上节目，就是叫他来摸球的。好，来，贝贝来。啊，前面七个没有，他前面七个那么多，现在已经用掉了。贝贝，他后面也比较快那个。来啦来啦！加油，贝贝！贝贝！我已经看到黄的了。拿起来，一颗就好，一颗就好。往下，往下，来数到三啊！好，拜托我了吧！一片，一，一，二，开！请我们。
我们也不想啊。我们是，我们是单簧歌哎。打了今天组队的终极惩罚，打了整单簧歌，回到坐火车回到台北，已经完成了。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就是那个运毒服输的任长，好不好？松山火车站。再干净一点点，把你青色的去掉。青色。